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森，今日嚟到一个神秘嘅位置 ，Anson 一落就中雨啦。我哋今日钓完鱼嚟咗呢个唔知乜东东嗰度食饭 ，Anson 介绍嘅。试下好唔好食？喂，佢又识你嘅，头先我经理。由细睇我大啊！睇住你大啊！九月到十月，大家应该都出不到外海了，因为天气十分恶劣。这条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味一下外海钓鱼的细节。今日我哋去呢个钓点叫大石牌，呢个是一个两日一夜的团，船程要七个钟咁耐。跟住我嚟睇下有咩发生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森，今日嚟到一个神秘嘅位置 ，Anson 一落就中雨啦。诶，我好似都中雨喎。哇，出声啊！我唔知系中雨定挂仔。我都系斑。系鱼嚟嘅，炒咗呀。炒咗系咁嘅。系真系。上得咁慢嘅。重啊嘛啲鱼，不过都录住先啦，应该炒咗噶啦，唔系鱼嚟嘅。到底系咪鱼呢？炒埋一齐。咧，输到一罐可乐。一罐啊？系啊。你唔系惊啊？惊啊！依家你睇下条丝。有鱼啊！捞鸡捞鸡，边度有鱼啊？冇啊，冇鱼啊！哇，冇啊！诶，甩咗啊！等下边嚟啊，下边啊，下边嗰副啊！哇哇，高鼻佬啊，高鼻佬，边个噶？你噶，你中噶，高鼻佬啊，只欧你噶 ，Anson 中高鼻佬。哇！隻眼爆曬啊佢，大鼻佬，我要飲一罐啤酒啊，輸咗俾你啊！真係有魚喎，好唔好玩啊 ？OK 啊，高鼻佬點啊？正啊！好 ，Eason 仲未中魚啊，到依家中咗一條呀，算下佢先。我出嚟幫阿 Eason 洗魚啊，洗到幾乾淨我。大家好，我系伊森，依家中雨啦，一百米，瞓瞓觉啊！呢个振幅凭我多年钓鱼嘅经验，一系将军甲，一系唔好食，一系就即系个红瓜子、黑瓜子，过嚟。或者嗰个叫咩啊？石房，肯定系石房嚟嘅。过嚟，整多阵，差唔多到啦。长啲好睇啲喎。剪咯，慢慢剪咯。哎，睇翻先。鱼啊，波鱼，波鲤嚟噶。哇，唔系哦，唔系胭脂刀嚟噶。有環拖的喎，是的，是胭脂刀，應該都是大條兩根胭脂刀。你有冇啊，師傅？哇，哎，你不出蝦喎，師傅，你個籠唔得喎。
你个笼唔出虾，冇乜作为喎。双筋甲，哇，几型呢个师傅，单手去上啊！到啦，咩嚟嘅呢？哇，睇唔到咩嚟噶，好似有喎、啊。哇，哇，斑嚟噶。啊，已经知道啊，真系已经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已经知道啊，放生啊，唔系佢冇中压咯，已经知道唔中压噶。呢条大喎，可以攞嚟做刺身喎，要唔要啊？呢条？哇，焉知刀神啊！你唔系谂住收上嚟啊？四哥仲要，四哥认得嘅，我觉得上次。哇，有啲力喎、啊，今好啲喎、啊，咁大条塔包，阿伟哥喺度笑。哇，哥你啊，真系唔使闹啦，哥你请上嚟得啦，黑哥你啊，哇，师兄终于，我上到啦已经，哥你啊，唔系哦，黄尾石沙，黑啲人过嚟睇先。咩嚟噶？哥你嚟噶？顶顶干头。哥你嚟噶？哇！你个钓组得喎，你呢个钓组得喎，俾两条。师兄点叫你啊？宝文啊，咩话？宝文，宝文哥，哇，好型啊，宝文哥，型个碌蔗啊，要突见，要突见。N 神中鱼大唔大条啊？花斤呢嗰啲啊？一斤松啲咯。花咗啊？你炒咗人哋啊？唔关我关佢事啊？我切片，可能。哦，呢条鱼嚟喎，咁样。咁呢条大条喎。系咪做嘢嘅？大唔大啊？赤腊啊，赤腊，真系啊，唔识噶。哦，头先嗰啲将军甲啊。喂，得唔得？耶！啱啱好留咗，游走咗喎，佢系嘛？哇，呢条够大啊，呢条。你用我啫。啱啱游走咗。慢少少都冇啊！哇 ！Anson 又中鱼，哇！你上得咁辛苦嘅，但系细条，好少手持啊！唔知啊，或者出到嚟系咁打鸡杯。好，依家
凌晨3点，Eason仲雨，中水仲话地又翻上嚟之后仲雨，3点啦，而家凌晨。中水，楼梯唔该。我都唔知喎，收下仲560咁。楼梯唔该。原来嚟咗呢度啊！影下个抽嘢先。因为呢条嘢啦，去边啊？喺度呢条鱼，全家话叫狗牙。咁我上网揾资料嘅时候咧，发现咧喺台湾咧，原来叫做烟仔虎。佢同我哋港水同埋南油出没嘅烟仔鱼咧系唔同款嚟嘅。呢啲鱼种力度非常之猛，如果你个磅顶教得唔够紧咧，就会好似我依家嘅情况咁啦。如果俾我再拣一次，我一定会将个磅顶再教紧少少。不过我当时太紧张，谂唔到系佢，全晚都冇出现过，突然间杀埋咧，我反应唔切。如果大家喺中水遇到呢啲情况咧，不妨可以教紧多少少呢个磅顶，咁就唔会炒到周围都系啦。最后仲有一堆鱼系喺船家嘅臂位嗰度钓嘅，咁我就冇去影相同拍照啦。我将渔获相 show 俾大家睇，咁呢啲鱼全部都系我今个旅程钓翻嚟嘅鱼。好多谢大家睇到嚟呢度，咁呢条片咧差唔多完噶啦。片尾仲会有一条汤大鼻佬嘅片段，咁系纪录片形式，一刀不剪嘅。大鼻佬之后就会有个钓咗20年鱼嘅高手教我哋打 FG 结。不过在海上面咧就影得唔系太清楚，但是我都 show 俾大家睇下，如果有兴趣嘅可以继续留喺呢度睇。咁我哋下星期再见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手指，唔會嘅。
影低高手去綁啲打，大家學到就學啦。呢打咧係一條前導線，咁等嗰啲魚食埋你嘅時候咧，有一個緩衝嘅作用。例如釣啲青物咧，佢一爆埋你嗰下好大力嘅，咁你就有呢打咧就可以緩一緩佢嗰個力啦。嗰條絲就唔抵食得，食得咁辛苦啦。不過我諗睇唔明㗎啦，大家都咁快嘅綁呢把方法。哇！要控住條絲嘅呢度，唔可以走開。佢啲竹林太勁，佢啲有啲石林咧。醫生，嚇？把鉸剪啊！鉸剪睇下先，唔喺我呢度，唔喺我呢邊。鉸剪喺邊度啊？教主，教主喺度，喺边度？喺个箩度。好人又好報喎，下一條到你中魚咯。冇乜報啊，我哋釣魚啊。嚇，唔係求中魚啊。屌，求開心。係嘅。唔係，咁啊中魚先開心啊，有就最好啦，係咪？整翻條大班上嚟啊，大家都開心。可以不可求釣魚。真係可以不可求嘅。不介意啊，你知咩缸嚟嘅咧？嗯，几多号头啊？你呢支缸？哦，我唔识喎。总之就系一支缸咁啊。成廿年啦。廿年啊！呢支缸用咗。系啊。去边都系用呢支。系啊，咁啊，咁咪仲有两支。南油石仔嗰啲就用呢啲。系啊，呢支系嗰个开国功臣啦。好靓啊！你支钢，支咩嚟嘅？成支黑色咁样。讲啊讲手镯仔。哦，手工钢。系啊。我懒啊，其实我都识绑。基本上系求其嘅啫。哇！你釣咗廿幾年魚咯，咁咪？誒，講嘅呢個又得啖笑，咁係啦。係嘛？釣咗廿幾年魚啊！釣過咩最大嘅魚啊？張紅啫。張紅有冇停過啊？中間廿幾年。冇。冇停過。基本上係一路出得就出去。
花咗几个月去设计嘅索带，终于可以正式推出啦！所有物流、所有问题都解决晒啦！我哋嘅索带非常坚固，而且可以为唔同人打上唔同嘅名字。另外，我条索带后面仲有一个 QR code 嘅，只要扫一扫后面个 QR code， 打入简单嘅资料，就可以攞翻一张好有纪念价值嘅相。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去我哋爆吊丝嘅专业嗰度查询，喺 Facebook search 爆吊丝就会揾到噶啦。希望你哋中意我哋呢个产品啊！